虎年开春年初四，大角咫南宫在午夜子时抽出庚寅年的国运钱时。咱准备吼要来抽这个第一签，就是咱这个吼啊，这个人口吼国运。董事长严清标还有副政郑明坤前程向大甲妈祖祈求赐予国运签，烧香参拜也直角再直角，得到妈祖首肯，依序抽出四张象征虎年一整年的签石。四月就有啊，哎呀，四月就有啊。四月啥物有？哈，啥物？臭味惊人食。就是讲没看守就对了。对啊，真南宫抽出四张国运签，依照顺序分别是人口、雨水还有气候收成。四张签石集结就代表今年的国家运势，不过象征的意义似乎不太理想。众人听到国运签诗，代表运势欠佳的解签内容都尴尬的笑着。不过新的一年，大家还是要力争上游，全力以赴拼了，才有机会扭转劣势，扳回一城。中央新闻联编张君栋、苏婉晴，台中采访报道。